妹妹的情书广播剧《最好的时光》第四集《别了秋天》。随便睇睇。哦，好啊。喂，大佬你到未啊？我迟晒到啦。咩话？啊，好啦好啦好啦，行快两步啦。唔该。哦，系。我想问下你呢度啲碟咧，系喺边度揾翻嚟噶？因为我见到咧有好多都系绝版或者系好难揾噶。我呢啲全部都系我老细嗰啲借珍藏嚟嘅。咁点解佢会舍得拎出嚟卖嘅？哦，佢话预期摆屋企都听唔晒，不如卖鬼咗佢算数咯，当推广下咯。系咪好古怪啊？系咯，不过佢都算有心嘅。我姓余噶，其实我系音乐版嘅编辑嚟嘅，我可唔可以约你老细做一个访问啊？哦，访问，佢其实佢咧就翻紧嚟嘅。咁不如咁嚟，你睇住碟，等一等佢啦。好啊，唔该晒。喂，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喂，点啊，大佬咁迟，我七点半钟要到旺角啊。唉，我对唔住啊。点啊，你今晚你约咗 Bibi 定 Didi 啊？系私事啊。我话俾你听，你终于有一次你会嗌错名嘅。喂，我呢啲专业噶嘛，身经百战啊！你估我好似你啊？吓，几廿岁人都拍唔够三次。喂喂喂喂，你话赶时间啦，你走啦。系噶，啊，走啦走啦走啦。啊，系啊，嗰边嗰个咩编辑咧，嗰个女仔啊，佢想访问你。吓？咁得意，系啊，佢咁讲我咁听嘛，咁你自己同佢倾下，你搞掂佢啦，拜拜，拜拜。小姐，唔好意思啊，我同事咧话你揾我，唔知有咩可以帮到你咧。啊，你好啊，我姓余噶。余浩之，陈宇恒。喂，好耐冇见啦。系啊，好耐冇见啦，你几好嘛？我 OK 啦，咪喺度开铺咯。你咧？我做咗编辑啊，系音乐版，所以咪想嚟访问下你咯。系啊，你而家做编辑啊？咦，你梦想成真、啊。恭喜你。估唔到你仲记得。哦，我好多嘢都记得㗎。我其实听啲行家讲呢，话呢间铺有好多旧嘅广东碟。咁特别系嗰啲绝版啊，好难搵嗰啲呢，所以咪专登过嚟睇下囉。哦，哎，我呢度小本生意玩下咁囉。咁你做老板咪做老板囉，唔使咁唔好意思㗎喎、哦。哎，老咩板啲小本生意嘅啫。咁等我考下你先。嗯，其实呢，我想找一只陈百强的碟好耐㗎啦。个封面是佢穿住件白色背心同埋短褲。哦，我知道，喺个泳池嗰度爬上嚟嘛。係呀係呀。百强百四嗰隻，有㗎有㗎。你真係记得㗎？係呀，嗱，入面有摘星啦，有画出彩虹啦。你係咪要啊？嗯。好啊，你等等我帮你搵啦。Danny 仔摆呢一个。百强百四，百强百四。百强百四，咦？其实唔紧要噶，我问下噶啫。唔系，有噶，我见过噶。你等等先。啊，去到边咧？哎呀，我知啦，我上个礼拜咧攞咗翻屋企听啦。如果你要我听日攞出嚟俾你啊，你听日得唔得？好啊，咁我顺便过嚟同你做埋个访问啦。你大约几点收铺啊？我夜晚收九点嘅。咁啊，我听日八点零钟到过嚟啊。好啊，好啊。嗯，系啊，咁听日见啦。好啦、啊，拜拜，拜拜。
日夜等不到黎明往返，于无聊时溜过的篮球场上，于玩乐后经过的便利店中，于静默地址，于寂寞路边，要落力地找你的味道，情感当你我错过今天，因朝就彼此亏欠，仍期望有生日天跟你有缘吻一面。错终点，在邂逅是那点？都冇咩搞啦，不如你行先啦。即系都未够钟收铺，做咩赶我走啫？你今晚冇约女仔咩？冇啦，你估我真系晚晚都有啊？有六个英文字母啊？咁你不如早啲翻去 MSN 啊、ICQ 啊嗰啲，即系睇下有冇女仔取悦你啦，好唔好啊？仲 ICQ 咩年代啊，老细？喂，你系咪咁益我先？咪即系 Facebook 嗰啲咯？唔系、啊，喂，等先啊，我知啦。你想试我，你一定是想试我，你想试我是不是真的这么懒？我不是啊。喂，老老实实啦，你现在是不是想炒我先？如果是的话，你不妨直接跟我讲、啊。当然不是啦，唉，没事啦，你继续坐在这里啦。哼，古古怪怪咁。Sorry 啊，我迟咗少少啊。我唔紧要，哼，真相大白，哼，受伤啦。嗱喂，百强百四，几多钱啊？唔使啦，我送俾你啦。送俾我？唔好唔好，唔紧要啊，送就梗系唔得啦。喂，老细，你咁样对其他客人咪几公平啊？你又想点啊？嗱，即系咁，钱咧就可以唔收。但饭呢点都要食一餐㗎嘛。你呀你我告诉你听。係啦係啦，不如等我请你食餐饭啦，横掂我仲要同你做个访问。哦咁啊。咁咩啫，喂快啲行啦，唔使等我㗎啦，呢个搞得掂我会闩门㗎啦。哦咁好啊，我哋行啦。嗯，拜拜。拜拜。你个同事几得意喎。是啊，佢有啲神经质。你是啦，你想食啲咩啊？都冇乜所谓㗎，呢头有啲咩好食啊？我哋食开有一间啦，不如去后面街楼上嗰间咖啡啊，啲嘢几好味啊。好啊。小姐，热咖啡。嗯，我帮你收起其他碟啊。啊，好啊，唔该。唔使。嗯，喂，系咧，头先你问我咩话？我问你啊，点解你方科嗰年啊，突然间参加四乘一百嘅？你明明平时都唔运动嘅。唉，仲好讲，嗰次咧我顶你阿哥个位噶嘛，佢临跑嗰阵时砸完球咪揼亲你脚嘅，你记唔记得？系，好似系、哦。你企埋一边，唔知做 Red Cross 定圣 John，
之后就无啦啦俾人拉咗出去啦。我仲要出到去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啊！咁你又肯？唉，边有得唔肯啫？咁大家都系白社嘅，唔通睇住佢哋退出咩？我话晒最后都攞咗个季军噶。我记得啦。你又记得？我记性好好噶嘛，好多嘢其实我都记得嘅。哦。我去一去洗手间先。哦，好啊，好啊。嗯。听过呢首歌啦，系啊，又会咁啱会播嘅，系啦、啊，又咁啱嘅。啊，我都去洗手间啦。嗯。啊，小姐，呢度找翻十蚊啦。唔好意思，我谂你搞错啦，我哋未埋单噶。啊，呢个系头先个先生入点唱机嗰时找噶。哦。啊，麻烦你帮我俾翻你朋友啊。好啊，冇问题。唔该。情感是满载痛苦与傲慢，又再次停留呆望这表，可惜你今天已别去了。曾经藏着的爱情却不敢承认，如今问谁来做证，只得风声冷冷的呼应。人生是变化无常，谁能预料，望再次寻回我心所爱，可惜那秋天已别去了，可惜那秋天已别去冰水，唔该。而家你又红啦，成个礼拜啲杂志啊、电台啊、啲娱乐新闻都讲紧你两个啊。你而家笑我啊？唔系，喂，话时话，你有冇见过佢啊？嗯，何淑卿啊？冇啊，几年前喺街度撞过一次咯。跟住就冇再联络了。咁你想唔想见返佢？嗯，要諗即係想啦。
哈，点解你无端端会变得咁牙尖嘴利嘅呢？我你饮紧个杯系咩嚟嘅？水咋嘛。我唔信啊，你肯定加咗啲咩落去。水嚟㗎咋。我唔信你俾我睇下。俾咩你睇冇水嚟㗎。拎嚟睇下先。水嚟㗎咋。我唔信。我都係走先啦、啊。我送你啊。唔使啦，我自己搭的士得啦。哦好。喂，吓，你咧，你会唔会校庆嗰个聚餐啊？点解咁问啊？哦，我谂住你去，我可以有个伴啊嘛。应该会去嘅。系，咁我约埋你啊。好啊。系咯，我打俾你啊。嗯。好，拜拜。好啊，拜拜。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town follow you all around.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Close to you.妹妹的情书广播剧《最好的时光》第四集《别了秋天》，声音演出：依记饰演何淑卿，阿 wing 饰演余梦之，张敬轩饰演陈宇恒，华沙比饰演小神仙彼得潘。故事及导演马志豪，编剧及制作依记阿 wing， 制作助理阿 ming， 监制梁志光。我们都是听流行曲长大的。雷霆八八一，叱咤903，有谁共鸣？彼得潘，离开了这个地方都已经有好一段日子。以前在这里做节目的时候，我是叫做小神仙的。这个节目很特别，就是个名字已经令我想起很多东西。有谁共鸣？其实做一个电台的主持人，最重要的是可以得到听众的共鸣，那他们就会一直支持你，你又可以不断咁样将佢哋需要嘅音乐介绍到佢哋嘅耳边。记得我以前做节目嘅时候咧，有两位听众咧，同我关系都真系好似好密切咁。佢哋除咗周不时都会打电话上嚟同我倾偈之外咧，一样都会写信俾我。当我去到移民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嘅时候，佢哋嘅信咧都依然有 keep 住。我周不时睇见我哋字迹嘅时候，都谂翻起好多细个嘅时候，即系以前做节目嘅一啲事啦。佢哋个名咧，何淑卿啦，同埋余傲之，我好记得佢哋两个嘅，因为佢哋真系我谂都应该系打电话俾我打得最多嘅两个小女孩。今时今日，咁佢哋都应该唔在世噶啦。唔知会唔会已经系几个小朋友嘅妈咪咧？除了希望他们还可以健康快乐地生活紧之外，我想我仍然希望他们可以是好像以前那么要好的一对朋友。今天在这个节目突然想起他们的时候，很自然会想起这首歌 Danny 仔的《当我想起你》。再记起一些古老的心事，再记起心中一串开心日子，曾在那次已远远的以前，共你差不多天天都相遇，曾话过那天起，你已属我永不变。过去的经已不
不会再出现。远去的一切只会更加遥远，明白到各有各的去路，但我心中始终感到能共你爱过，暖暖的令我自豪。曾在我心如此深深爱恋中，遗下忆记在脑中，从当天起永都不可忘记。当我想起你，仍像昨天一般深爱你。曾在我心如此深深爱恋中，遗下忆记在脑中，从当天起永都不可忘记。当我想起你，仍像昨天一般深。妈咪，你喊吗？点解嘅？因为叔叔揀咗啲歌好听咯。咁佢讲紧嗰个系咪你啊？多事啦你，仲唔瞓？我拍你嘅手都拍到痹晒啦。哦 ，good night， 妈咪。good night。听晚九至十，妹妹的情书广播剧。最好的时光，回到以前，回到我们还未成熟时。